来了，我在上面。你怎么在上面？你开挂哦。上来、啊，你怎么上来啊？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怎么会飞？各位观众大家好啊，我是姚赫，然后欢迎这个是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雅洛赫。我杀了你。Hello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阿洛克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快点，走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今天找一张地图啊，是早按钮的地图。这是一张大概有20关左右吧。今天我们有定个惩罚啊，就是20吧，没关系哈。反正今天我们有定个惩罚，就是说那个要上雪猫教，大家观众一定很期待，都上雪猫教，对不对？大家一定很期待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走了、啊。拉杆一分，按钮两分，成就一分，每关都有成就。比赛了是不是？还可以开 PP 哦，阿罗。等等，啊，有积分版吗？嗯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他可能进去会有吧。走吗？走吗 ？Go go！ 啊！等下他没有帮我切模式啊！他没有帮我切模式啊！可是你要自己切啊！哦，这个开挂，而且我500等哎、欸！哦，找到一个按钮了。这不是。哦，圣诞节，然后这边你就会听到一个 BGM 是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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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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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自己背 CPG 了。哎、欸，这边看起来很可疑哦，这边一定有按钮。你在跟踪我啊？没有，我觉得那边很可疑，可是又没有找到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很可疑啊，阿罗，不要跟踪小学生了。哦，这边有箱子，我拿到成就了。哦，成就未长大的圣诞树。我们在找按钮。拜托，现在已经领先一分了。哎、欸，我把自己摔死哎、欸！这不是把自己弄死地图，还你其实超喜欢把自己弄死。我不是你，有那种自虐倾向。我也没有这种倾向。Excuse me， 你今天跟你讲话那是哪聊喝？房子你进来过了吗？还是还没？不知道。我跟你说，我每个地方进去过30遍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一个按钮没找到，好可怜。哦，难道在这边？哦，这个难道是按钮吗？找到了，阿洛，我已经找到了，我已经赢了 ，OK， 我已经赢了，阿洛。第二关 ，Go， 主世界农庄。虽然这个水已经超可疑啊，有鱼诶，里面那是我晚餐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找到成就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开挂了啦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一切的开端，我幸运三呢、欸？成就才多少？才一分，这么少，这么少分数你也要、哦？真是，那么真是。那你把你成就给我啊？不要，为什么要给你哈？你倒是讲，为什么要给你哈？你以为你谁啊，罗？啊，你一分你也要哦？好好笑、哦。现在你也要哦？现在谁才要想那一分哈？谁？我要啊，给我啊！你不要给我啊！我拿玻璃片呢、欸。玻璃片成就吗？我可以帮你刺死。哇哇！我一直打掉，我一直打掉地图上的所有东西。哎、欸，这是按钮吗？不是。还行，我们要打鱼。哇，没有一条好大鱼。哇，好大鱼！哇是吗？哇好大！好，这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？阿罗，哦，走开！这是我先发。哇！我找到了。这是我先发现的，你是作弊仔。才没有，你看谁没有进去？谁没有进去？我不敢进去啊！你进去啊！哦、你超垃圾、欸，你超垃，你超没用啊！阿罗，没跳进去吗？哦，我一直要把你打走，结果你一直那个，一直不走。那边怎么有一个超可疑的岩浆？岩浆 ，OK， 浆 ，bitch。刚好找到可以下线的地方，等一下发现根本不在岩浆，也觉得很好笑。等一下这边是跑酷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
阿洛，你在哪里？怎么还没上来啊？好慢啊，阿洛。我没有跟着你。哦，找到成就了。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阿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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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，这里。这要怎么看嘛？你说。啊，点到了。哦，你点掉了。OK。啊，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在第四关。哦，这边这边有啊，有拉杆，拉完下面有按钮。要直接加三分诶。哦，好钻石，好钻石哦！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对，真的好。哎呦，怎样？哇，我找到你回答。哦，找到成就了，终结钥匙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找到拉杆。啊，好痛！走哪里找到的啊？那个布，我好像全部逛过一遍了。在金币房的上面。谢谢你了，我完全不知道金币房在哪里。没有啊，就是书房了呀。啊，书房啊，书房金币房哦，书房那里有金币。书中有黄金。谢喽。那个梯子拉上去。哦，哦有哎、欸，找到了。还希望拉下去，我就可以逃往中介。哎哎，哦，找到按钮了哦。去那个中介那个。那第五关长这个鬼样 ，Go Go。中介。哪里熟悉哦？我认识的中介才没有那么。啊！哦哦哦，过来了！哎、欸，我找到按钮了！好，好，哪里找到了？在那个中介层那边。啊？哪里？他藏在哪里？他藏在你不用走进去，就外面而已。然后在旁边嘛，你找一下。你靠着墙的角落，离角落没多远。离那个啊，我卡在墙里。哎，你看。哦哦，走走。啊，这不成就，这不成就吗？啊，我找到按钮了，还、啊、你拿走了，成就。按钮呢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它箱子是空的。啊，它不然箱子干嘛？它本来有东西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。不行，我一样找成就。啊，你不是先过去了吗？你不是先过去了吗？我找成就。你在作弊耶、欸！我都已经出来了，还在找成就。等一下，我要找成就，你不要急。好啦。啊哈！啊！这艘船盖超久。哦，这是成就吗？没有，这是翘字。我有32个翘字，33个翘。太多吧？下面，下面，对，丢到吗？对对对。哦，这里，这里，丢这里。哦哦。哦哦，这边有酷梯子哎。这边可以上去。哦，原来不用丢上面是不是？啊、可是我刚刚是丢上面上去的哎。我刚才丢上面上去的、啊，然后不知道谁在那边按一个按钮，然后害我回去，然后害我的宠物丢。哦，那么好丢的东西，那你现在就丢回来啊！那么好丢的东西，随便丢，随便上。哇哇哇哇！这边哦，找到成就了，中介植物掠夺三，找到了，哈哈哈！啊，等一下，我好像没有拿翘翅，哎，好，没关系。没有翘翅啊？啊，没有翘翅吗？你刚刚不是有33个吗？对啊，在我身上，全部都在我身上。给我，给我，我也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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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是33个啊，23个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不行，我只有23个。你他妈有23个？我如果33个，我就给你了。可是我只有23个。我也想要。我给你。太多了，等一下。哦哦。耶，快点去捡，去捡。捡了，捡了，捡。好，第二关 go。啊，我没有捡到哎、欸。那就不要捡。对，落水地方，我们有翘刺哎、欸，我们开光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们现在被没收了、啊。翘刺不能飞，哇、哦，我的翘刺没了，令人鼻酸。哦，靠杯子不水哦，等一下。哦，我、哦、跳下去了，我跳下去了。按钮不在底部。啊、按钮不在底部。当然，下面应该有成就，哦、对对对。哦、哇，有轻盈哎。哦，难道是在这里？我刚刚跳不过去，糟了。然后我那个综艺证书也没了。哦，牙乐怎么摔死了啦？好笨哦，真是小笨蛋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是阿洛啊？现在你是阿洛还是我是阿洛？我以为刚刚是亚洛。才不是，我才没有 M 到这种程度。OK。一下，哎，哦，这边全新高度哦。要跑酷啊！极限跳！啊！我声音，刚刚凄惨的叫声是怎样？
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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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哦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呜呜呜 ！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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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好诶、欸。第七关，第一关有一只拉杆，也是拉杆哦。万圣节，啊，不，很黑漆漆一片，它到处满都黑漆漆一片。哦，可以夜市诶、欸，这边可以拿夜市。啊，我拿到了。哦，你还吃我夜市效果？我告你。没有，他所有的压力板都也是这样。不，应该说有叫声吧？你骗我！不要叫了，我告他。乌春霸长眠于此，生前非常有钱。我可以挖，我可以挖他的坟吗？为什么我想一样东西哈、啊？你不要抄袭我的想法，阿罗。哦？你怎么上去的？哦，咋拉杆了？看他，嘟嘟嘟嘟嘟。这不是按钮，没事。哎，刚有谁在讲话吗？哎，好奇怪啊，那叫是谁啊？阿罗，那是你吗？哦哦，成就拿到了，杰克。你找到了房间了？对，有压力板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不敢踩，你知道吗？还再给你一次夜视效果啊？没有，应该只是声音而已吧。靠背，他感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吗？啊？啊啊啊！找到咯，找到咯、啊！在拉杆旁边是不是？没有，在坟墓里面。第八关，嘟、啊、嘟，小心危险！阴森的街道，有什么危险、啊？好阴森哦！又亮又阴森，他等一下会跑出一些野人呢、啊。实验用鸡蛋、欸，哎，哇，这东西赖的、啊，兔子杀手可以全部拿走啊！锋利无哎、欸，哦，健达出叉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拉杆吗？请问这是拉杆吗？然后这是按钮，把所有亮亮的全部拿走，把所有拉杆全部拉一拉，有超绿的东西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成就好眼力。哦，拿成就了。哦，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哇 ，bro， 我不要走进去。我去按钮一定在这里，但我不要走进去。OK， 我不要走进去。这边是要你有斧头吗？不用啊，直接走进去啊。挖穿敌人的身稿，然后打不掉那个高斯牌。那是稿子，不是斧头。哎、欸，他不会掉了，他只会掉一次哦，令人鼻酸。啊，什么声音？我在开箱。你很烦、欸、阿洛，那卡在那边干嘛、啊好好？你很烦、欸、阿洛，可以偷他的龙头吗？我偷走他的龙头了，谢谢。对、哦，快点走啦，我这边。我这边，这边有去过啊。啊，里面还有啊！这边我来过啊，里面还有。这椅子看起来好好痛哦。哎、欸，这边有，这是拉杆吗？我找到了，点不大，我要疯了。你有看到吗？在这里面。你有东西吗？有啊，你看一下，里面有拉杆。你、欸、点到了。哦，有哎、欸，怎么吃？你刚是点两下。你刚点超多下。那你确定它是开还是关的吗？不确定耶，我不确定耶，我看一下好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啊有啊有啊喽，有三楼了，看来他拉一次就好了。哇哦，我不喜欢这里，可是他仓库只有诅咒裤子哎，还床底有什么东西？床底爬出一只蟑螂，这有东西啊？哎、欸，有哎，这边有东西哎，要很里面的，我天哪、啊！哦，没有啊！你刚不说你点到了？哦，顶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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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点到就走、哦。我们已经在这边玩到，这边的草都快长满了。啊！水池下的草都快长满、哦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这边。水池里是不是？喷水池里面。哇、哦！我天啊！这按钮应该算我的吧？对吧？第九吗？第九吗？跑车。跑酷啊！哦，它是什么？新手跑酷。跑我还要这条哦，我要跑这条，谢谢。我要跑这条。哦，
对，我是新手，我是新手，请让我跑着跳啊！真的吗？你想要，你想要跳那个吗？是什么？老手跑步天堂路。哎呀！啊！哦，这有 checkpoint 哎，人太好了，作者。你那边有记录点哦。对呀。欸，我刚刚死掉，他直接附在另一个地方。给我上去哦！没事。欸，刚刚谁在叫啊？这种奇怪哦，这种奇怪的叫声啊，你是阿罗吧？姐，真的跑不过这跑这条，希望不要有人跑这条。欸，太难过了。他那个老鼠那边一开始就是。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你有谁跑得过啊？这真的要很老很老的老手才跑得过。欸，啊，踩到 checkpoint 欸。哦哦，好痛！嘿，好痛啊，阿罗！你这样做只会难过。欸，我要呼呼才能好。那你就继续痛吧。靠背哦。你这样是对我的吗，阿罗？你忘记平常怎么样对你的吗？怎么样？啊，你平常只是在那边讲一些垃圾笑话。你好坏哦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说什么啊？那个大便不洗手之类的话。啊，一些没营养的话，我想到了。欸，我好像也有个按钮，他说所有人到了再按。你这个不跑那个？欸，啊，就出来了。啊，这样算我赢吧？他只是跑酷，然后就他也没有找按钮，他只是跑酷，然后按按钮而已。对，嗯 ，OK， 来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，有一只拉杆 ，Go Go！ 问他，问他，问他，跟着你生存的顺序点。那就砍树头，那就砍树吧。先挖泥土，然后盖房子吧。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先打中介龙啊！你讲什么？啊？你拿到什么东西？银河飞的。哦，这边有，这有秘密。我打完中介龙，你还在干嘛呀？还在那边砍树，哇！真的，阿罗，完成第一步呢，姚赫，就不是要打中，打完呢，啊，我打完，早就打完了，我就没有拿完了，没有拿，我没有拿龙蛋而已，真的是，真这边跟拿什么龙蛋啊，真是。还在村庄。哦，他这边，哦哦，他这边有效果可以拿，哎，跳跃提升。我这算开挂吗？哪来的矿物啊？我不知道，这件关卡就有拿到。OK，OK，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 so much，OK，OK。哦，这边有哎，这边有哎。那好了，那好了。哦，果然是地狱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可能吧。好方便哦，有这个有这个效果。我没有作弊 ，OK， 我没有作弊啊，我没有作弊 ，OK。哇，啊，这个直接跳上来就好了。我前面跳了刚。这作者自己提供的矿物。哇！哎呀！啊，好了，我在下面等你。真的哦。哎，有了，踩到一个东西，然后，哦，要下去了。跳进去了，这是哪里？根本不需要落地吗？真的是。哦哦，这边是矿物区哦。哦，你要从那边跳到矿物区。那我从这边找按钮。啊，找按钮了。你是要跳进中介门里面？对啊对啊。你按哪呀？哦呜！成就完成就开启，所以我们要去放成就吗？真的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放成就啊？然后就把这垃圾丢进去。你有几个成就啊？你要数你有几个成就？我忘掉三个啊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啊，这还有一个，七个。应该有七个吧？啊，真的哦，我只有两个成就哎。就我们这样，你丢进去吗？还没。就我们这样还缺是不是？十有啊，啊，所以九没有找到，啊。九是什么？九是什么？那你要回去拿吗？一定要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记啊，我怎么这边回来了 ？OK，checkpoint， 找到了，拿到了成就，拿到了。对，
啊，差一点，呜呜，到了，呜呜呜，救我出去！救了救了，隐藏成就是我们拿到隐藏成就。哦，有了，满了，全部成就满了。啊，还有隐藏成就，我当然不要开了，妈的！白痴，我们在那边跳超久哎。我告诉你，隐藏成就，他也没有说是哪一关。哇哇！天啊，你有奖励关卡哎、欸！哦，好，关卡那算了，那算了。那没事，那没事。找不到隐藏成就，那我把它封起来，我把它封回去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还不错。我喜阿洛还好。嗯，做得好吗？还好。差点中文啊，还好。奖励关卡吗？完全不想。我不想。他说好会怎样？他会自己开这个门吗？隐藏成就三等奖，三等奖什么？我没有看到这边有额外灯啊。三等奖全部给他最好，是不是？啊，给你，给你。啊，送你，送你啊！全部都给你，全部给你，烂死也给你。好、啊，真的这么奇怪的？给你三个灯是三等奖吗？哦、啊，真的，这边有个隐藏成就，哎，那是不是有向下想要没有？欸、想多了。三等奖，好，拿了。我拿着他附魔金苹果。开吧。他弄很久那个成就，还其实他影响成就不止这个哦，开了奖励关卡，这个只是抽奖机，看你要不要玩哦。抽奖？什么抽奖？我不知道，这个抽奖机，可是他没给我东西。还是我先玩一啊，我先去一，想办法让矿车到终点。哇，阿洛，你这你不行。真的、哦？那我要先下线了。真的吗？哇，这精彩又刺激的一天！我天啊，我今天有经历一次又一次精彩的冒险。那阿洛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阿洛，我的裤子脱不下哎、欸。那是一件好事，那这是一件好事，免得那边到处猥亵小男生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这集差不多先到这里了。我不行 ，OK， 现在时间已经三点 ，OK， 我要睡了，我不行，我要死了，各位观众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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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对啊，因为我是听着那个音乐唱的，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唱起来怎么样。可以，大家会很满意，各位观众一定很满意，超级满意那种。真的吗？对，一定。